喜欢那个哨子小礼物吗？喜欢。喜欢啊。看。好。这个新丰礼品区。温泉区入口。哦。就。这是新丰客房。酒店大厅，这是温泉区，去这位家泡汤。先来看，先来看。看麦啊。Hot Spring。你只要给房卡来，你甲讲几号，报房间号码，啊，房卡互伊看者，会使，伊就互你迄个大的那个浴巾。那个免费啊。免费。嘿。对。够。嘿。啊，你家有家。对啊，你加饮加的，啊毛巾用料的，再个含饮就好啊。啊，伊家是啊，先生你说说这个。对啊。啊，内底就袂使，继续用。咱迄有包在里面啦。露天 SPA。汤屋两个人使用，啊，汤屋这是两单独的，啊，伊迄露天的应该就是包在里面，啊，这两零啊，露天的包在里面，嘿。